弥漫，舞者们挣扎反抗。透过肢体和表情，很难不感受到沉重氛围。这是云门舞集艺术总监林怀民最新舞作《围城》，浓缩他长年以来面对世事的感慨。年轻的愤怒，你觉得拳头可以改变？那你举起来的拳头可以改变掉这个东西，啊，那么今天你知道，拳头举起来可能不会发生效果，但是你拳头还是要举起来的。围城是一个，不是设计出来，而是心里面，掩藏不住的一种情感。那个情感也许叫做愤怒，因为我们看到全世界到处都在发生事情，那所有的人的抗争，所有的人的努力，好像，我在节目单里面说，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，大概就是这样。但林怀民对当前社会却不悲观，他说，面对困境，只要站着都是不悲观的。云门作品一直以来都和社会、土地直接连结，而另一出新作《白水》则以水为发展意象，舞者像瞬息瞬灭的水花漫天纷飞，搭配钢琴曲为主调，舒缓而沉静。所以这位用了法国作曲家 Eric Satie 的音乐，像河在走，而那样的一个走法到了最后，它不只是河流，是一个时光的流动，甚至于是时光的消失。林怀民在看到利物西和东海岸海水后激发出的创作《白水》与《围城》形成强烈对比，两出短篇双舞作在国家戏剧院同场演出，要让观众细细品味轻与重的情绪拉扯。中央社记者张志彦、吴怡玲台北报道。